不好意思，来的晚要走的早。我现在你有没有带来？我没有带来，是可是我需要去那边跟谁联络啊？你给潘局长。那我有东西，有个单呢，我有个单子要给市长。就给我们这个资深记者，然后他给我们潘局长就可以转到我手上。可以了吗？对对对，好的。对。一下次找我就晚上九点以后，七到九点我全部在跑，到九点半以后大概就 OK。我从北加州给你带这橄榄油，当地做的，还有它的醋，这个是当地那个 balsamic vinegar， 还有这个啊那个。我老婆跟我吵架，我就不给她用，好吧？好，那行。市长，这是那个美国花旗生产。哎呦，威斯康星的，哎呦，这个很有名。辛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都是很关心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们大概四月份会去，不是洛杉矶就是旧金山。有机会，因为要去，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报告。到时候我们安排几家科技公司，对，对，他会因为我们的夜光石副市长在排。OK， 因为那 content 我没办法就交给他去排，好吧？我跟局长再联系哈。好的，保持联系。到时候我们在旧金山再见面，再好。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小礼物，好，这是 Sake Salmon 啊 ，The Pure Natural Wild。OK， 啊，我这里是很 pure。很难说 ，OK， 又要说话 ，OK， 这次我说明，会长头发，真的，赵医师是我们旧金山的医师，是像丐帮一样，真的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来来来，那我们一起照一张，照个合照好吗？我要不然就在这个地方，好。